是有像那种机器，就拍就上去，然后你放五块钱来多少？对，我在录妹妹，看她搞什么，搞什么鬼？糖果妹，糖果妹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让她学。谁？你要把她头发的。哦。他们就说是做一定会这样子，要吃掉了。他用空袋。女生不要就直接。我要两个。你可以，你可以输啊，因为我们这样输，我们看不到啊。对啊。你看我们也看不到。只是怕的话就变成这样。这边会比较。对，那流场，那流场，流场。绑起来又不看不到。所以可以，我得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两个。还有三个西风，有啊。真的吗？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。哎，小可爱。小可爱脸都敏感了。